Hello 啊，欢迎来到最速内燃机。最近呢有粉丝留言说是想问一下啊，自己现在想买一台好玩的车，一直很喜欢 Supra， 但价格在中国很高，手动更贵，需要攒一段时间吧。但看了很多资料，觉得 MX-5 也是一台很好的车，价格方面也会更便宜。想问一下 ，Supra 对于 MX-5 是一台值得花好一段时间去攒钱来购买的车吗？谢谢啦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频道主打一个出其不意，Mine Explode Brainstorm。看完今天这期，可能你的格局即将打开。巴菲特曾说过，如果你投资的对象超过其应有的价值，那么就是被市场高估。说人话就是不买。如果实在控制不住，不买浑身难受，日思夜想，辗转难眠，大姨妈。那么 how to play 的芒格曾说过，买实际价值被市场低估的东西。有人说了，芒格和玩车有毛关系？好了，说人话就是，就买那些没人玩的东西不就好了？主打一个出其不意。偷袭。基于我多年的苦苦钻研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：万物皆可 K24。毛病太多，移植来拨，马力不够，增压来凑。从本田自家的什么 CRZ、飞度各年份的各款式的 Civic， 到其他各大品牌 K24 都能来个联名。外加之前和小七做过的一期 K24 EZS2000， 没看过的朋友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观看。油管的朋友们，麻烦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多多支持我这个小 YouTuber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加拿大本地居然有台997的991。移植了 K24。 是我格局太小了。于是就在某一个冬季无法拍外景又有些无聊的下午，我开始了研究。要操控，要好玩，还不贵。基于粉丝的要求，想必是要一台后驱车。那么上一代的86或者 BRZ， 移植 K24， 阁下又如何应对呀？没想到吧，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，就是这么的不按套路出牌，主打就是一个抽象。众所周知啊，随着动画片 MFG 的播出，上一代的86 BRZ 再次火出圈，11年的老车，想必很多地方都需要准备。 But 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们需要的是操控好，底盘好，密封性还不错，而且拥有大量的改装件，原厂前麦弗逊后双连杆，全车底盘都覆盖保护，妥妥的跑车设定。这就像啥，小伙子啊，别看他那个瘦嘎嘎的，但是筋骨好，筋骨强壮。老师傅这么一摸骨，百年一遇的练武奇才。如果说86 BRZ 是一个半成品，那怎么样让这台车变成你的车？这个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。这是个十分个性化的东西，personalized, customized。但是 FA20 有着本身的设计缺陷，随着时间零部件老化，各种问题频频出现。关于 FA20 的问题呢，我在这里贴张表，在此就不赘述了，需要的朋友们进行截图保存啊。那么如果在这个练武奇才的身上解决它致命的问题，换上一个 bulletproof 的引擎，会有什么效果呢？那就是
就问你激不激动，找一部 K24A2 解决致命问题。基于粉丝们总问我用哪台车的 K24， 在此就贴一张车型对照表啊，需要的兄弟们自行截图保存。这时候根据你荷包的深浅来制定是继续 NA 还是走增压。一台 K20 盘头配 K24 加以强化后，用上特定的凸轮轴， NA 能干到轮上300匹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来个增压，潜力值。哎，放段素材给大家看。北美呢，这边有个词叫做 sleeper， 这个 sleeper 啊，意思就是外观看似平平无奇。这个车，你以前有没有在路上碰到过那种现代牌子的那种两门的跑车？就这种感觉，就是明明你只能开个现代，你他妈还要去买一个两门的跑车，就你买不起车你还装逼。现代我还能说出个牌子来，这个牌子真的说都说不出来，这种大牌，很丢脸是不是？反正我是不要坐这个车了，人家看见你家车还没贴膜，看到我坐在里面我都感觉丢人，我是不要坐了，开也不要开，追也不要追。甚至容易被人嘲笑，可需要玩一下的时候呢，又让对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心态在此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今天输给了一台86，他车很快，没有用惯性漂移，也没有用排水去过弯，只听到他涡轮吹起的声音，我只能吃的尘土消失在了他的后视镜当中。有人又要说了，既然移植为什么不上二勾 Z， 为什么不上 V8？ 哎，跟我一起念歌威贵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B 站点赞过500，油管点赞过200，我会将86移植所需要的零件清单放在状态栏里，喜欢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哦。